欢迎来到精武训练营，不是戏精训练营。接下来有请四支参赛队伍开始你们的表演。炸了！帅了，帅了，没有问题。看一下没错。有人给我 pick 点长头发什么的，帮你整理一下妆发。你要一个很含蓄的笑，害羞一点。1、2、3、4。你有点猥琐，猥琐。真的假的？别猥琐。下班。林家，大家好那么久了，能不能别离开我了？那你给我理由啊！太猛了吧你！演员很专业啊，用力过猛。来我背你。不是。咱们这报多少钱？300多。300多。300多。还是呢？我不是被你吓死吗？那这个怎么办？哎，再给你买一个。你买得起吗？买得起吗？喂！哎，来呀，吃芒果。吃芒果。用它了。干啥呀？你别生气。我都生气了，你还在这吃芒果？这是吃什么吃？放下！你不过敏吗？放下！他给我跳支舞，快去啊！行。走吧，兄弟们，去跳舞啊！干啥？放我哄林家一天天的，天参脚需要跟你比一个高低，都不用比了，第一就给你们吧。做第一是很空虚很寂寞的，你们凡人又怎么能明白？好，别扔了。不是你们讲我冷了吗？你喝是啥意思？我这是冷还是不冷啊？不冷，不冷也要被欠的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OK, come! Whoa, very good! 好，杀青了，杀青了。Very good! 所以我们的戏就拍一场就行了。Very good! 一条过。我们要抢戏。给中国电影一个机会。后期公子表示好像没演过瘾呢。导演觉得看够了。不要再扔了，好，不要再扔。然后我就说，到底是扔还是不扔？不是，这是高手啊！不是你让我扔了。OK， 好，来，再拍一次啊！好，哇，别擦了！不是你们叫我扔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到底是扔还是不扔？不扔也得给工钱。哇，真想帅！我有点泡都是个男人，我真的。这是演的吗？要压我帽子了，哎，疼不疼？要。哇塞！你为什么不上学？这种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子。你为什么不上学？你刚好好读书。颠覆我心中的千玺。林思怡，你不要喜欢别人啊！真的，我只要你，不要跟别人走啊！妈，他好 man 哦，他感觉
颠覆了大家对他的印象。不，我就觉得这就是他，然后我就爱上他了。好帅，太帅了，好帅，我的天啊，夸呗夸呗，千玺加油，我会支持你，很期待，特别帅。你看就这样都是面瘫。怎么说，迷妹，我是个迷妹。迷弟迷妹、啊、迷妹吗？你是女人、啊哦、千玺队长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